平时喜欢穿什么？这个采访就很无厘头。我觉得吧，就是我喜欢穿六种颜色的衣服，因为我的游戏名字叫Into万六语。好喜欢、啊！我想，所以见面是没关系吧？对。我想说冰墩墩很可爱。什么综艺啊？我去了，对，我感觉可以一起去了。就反正冷就是一种面对吧，但是反正过程中他还要去查的是那个。我的爱好其实是比较喜欢摄影，然后我也经常出去摄影。带了，我酒店卡。我平时喜欢哈雷摩托车，谢谢。有有，快过快过去了，没有，你走你走，你没有跑，我走路，你是走了，他是走了，他没有跑，不算跑步。喜欢旅行，喜欢旅行，我喜欢万里，特别喜欢，我觉得能到哪都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。冬奥的直播我也一样，我也喜欢冬奥直播和那个吃播。我喜欢在快手上看别人，就是你来一个人之后，然后他会在本子上写下那个人的名字。我喜欢看感慨视频。我平时都会看游戏主播吧，我看冬奥的直播，还有那个有一个游戏我喜欢看，那个什么是不是。我在快手上面看的比较多的应该是户外直播。我比较喜欢看快手上面的吃播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喜欢在快手上看 Into One 的直播。